今天在中台湾有一场历史性的宗教盛会，鹿港天后宫妈祖四百年来首度南下嘉义，与埔子的配天宫妈祖联合绕境，吸引了大批信众参加，场面相当热闹。锣鼓喧天，烟火鞭炮声不断，一场历史性的宗教盛会在中台湾登场。鹿港天后宫妈祖四百年来首度南下嘉义，与埔子配天宫妈祖联合绕境，吸引大批信众参加，场面热闹盛大。百天盛会，鹿埔新乡这绕境活动，祈求啊，我们所有的民众啊，全民可以说富裕安康啊，咱的地方所有的这先生哈，啊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，来要欢迎哈咱的妈祖婆的这个到临。天后宫在半年前就已经着手规划这项活动，有2000多人组成天后军团，帽子、背心和背包都是全新设计，就连鞋子也是特别定制，相当吸睛。定做了2000多双全球限量鞋，来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啊，一系列的这样来做穿着啊，来彰显这一次我们活动的特色。两尊妈祖300多年来首次举行联合绕境，携手赐福，沿途有上千信众跟随，还有许多表演活动非常热闹，也为台湾宗教交流写下历史新页。记者张华嘉义综合报道。